我哋今日请到嘅嘉宾系刘天赐先生，此官博学多才，对饮食仲好有研究。系啊，一碗白饭咧都可以好讲究。泰国东北部咧盛产香米，有口感之余咧又有饭，真系香米嘅播到区。好多谢此官做我哋嘉宾，特别送上牛头牌特选泰国香米。我最中意食佢。米王之王牛头牌特选泰国香米，总代理大丰国际有限公司。Hi, welcome to my kitchen. I'm Frankie. Hello, 欢迎来到 Frankie 的厨房，我是 Cathy. OK, 我们今天带大家做一个呢，就是很多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吃的炖蛋。咁法国人都有炖蛋的，它就是 crème brûlée, 法式的焦糖炖蛋。这个东西啊，不管是男女谁会做呢，谁都会给自己加很多分的。OK, 咁我首先要做的呢，因为最耐的呢，就是煲热个牛奶同个 cream。咁我要三杯牛奶同個 cream， 如果你鍾意佢冇咁肥膩嘅呢，就落少啲 cream， 落多啲牛奶。如果唔係呢，你可以用三杯淨係 cream。 Anyway， 我哋切水果要干嘛呢？我哋因為嗰度切㗎，但係我哋有時間去切個水果㗎。咁樣呢，首先一樣嘢我哋做嘅呢，就係牛奶啦。 OK， 這是幾個人分量？八杯。八杯的，系啦，咁我差唔多平时我用咧就系一用一半啦，三杯，四百毫，three cups， 嗯 ，three cups， 然后和 okay, cream， 啊，大概得噶 ，OK， 咁 three cups of cream， 咁样咧，我哋咧就要煮滚佢啦，嗱，呢个好容易滚泄噶，所以煮嘅时候咧，我哋就要睇住佢啦，咁样咧呢个咧。就佢有佢滚啦，我哋而家不用搅它，不使嘅，煮到佢啱出烟就可以噶啦。OK， 咁然之后咧，我第二样要做嘅咧，就系要八只鸡蛋黄，三分一杯白糖，同埋少少嘅 vanilla。OK， 呢个系蛋黄。OK， 咁我哋要搵个嘢装起啲蛋白。OK， 嗱你做咯，你喺嗰度烤咧就会。嗰啲殼咧就會碎嘅。哦。OK， 再倒佢過嚟。OK， 抌佢落去。OK， 不要輕易求。一點一點沒問題啊。OK。OK， 這樣。放車。嗰啲一得食。OK， 嗱，咁樣烤咧，佢就冇。不會碎。不會碎。不會碎得很離譜啊。係啊，因為如果你烤硬地方，佢就會一粒粒細嘅跌落去嘅。OK。点解咧？为什么不能两个鸡蛋同时碎呢？不会的，很奇怪。OK， 你做你的。OK， 咁而家咧，我哋就好奇怪。Mango salad。咁我哋落幾多咧，就隨你哋中意啦。如果你中意芒果多啲嘅，就可以俾多啲芒果啦；中意士多啤梨多啲，俾多啲士多啤梨啦。就滗佢落去咧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这些蛋白我们就要扔掉吗？唔好抌啊！嗰啲蛋白留翻朝头早，我哋整其他嘅嘢啦。我亦都实在可以做个 meringue， 做其他嘅甜品噶。OK。咁我哋喺另外一个 show， 我哋可以话俾人听嗰啲蛋白可以做乜嘢啦。得未啊？好。OK。好。我呢个咧就系鸡蛋黄啦，鸡蛋黄咧就加三分一个白糖。One third cup， half a tablespoon。OK， 嗱，咁樣咧，我哋喺呢度咧就煮到佢啱啱出煙就可以噶啦。咁我哋一間咧就即喺焗爐350度。或者有啲焗爐要375度，焗30到35分鐘，就係咧用一個水燉住佢嘅。最緊要一樣嘢咧，就要將條布喺個盤底。點解將條布喺個盤底咧？幾件事情發生。第一咧，嗰個熱力咧唔會直接辣到呢個 ramekin。如果咧你辣到個 ramekin 嘅時候咧，佢底下咧會硬嘅。咁第二樣嘢咧。就係佢唔會走嚟走去，佢會坐得好穩咁樣喺度。OK，
咁呢一個我哋係應該要做嘅嘢。嗱，而家我哋啱啱滾啦。而家咧最緊要做嘅一樣嘢咧，就係我哋要好少好少咁呢個雞蛋黃喺呢個牛奶倒落個雞蛋黃嗰度。如果我倒得快咧，就會煮熟咗嗰個雞蛋黃嘅。OK， 所以我倒少少落去。OK。如果你倒得太快咧，你就會煮熟咗個雞蛋，做唔到個 crumble 出嚟噶啦。咁咧，我哋就啱啱咧，就係可以分開八杯嘅。你平時見到好多 recipe 咧，叫你畢起啲泡啊，或者甚至乎咧隔過佢，實在咧你用個火槍辣完之後咧，就所有嘅泡泡咧你都係會睇唔到噶啦。OK， 咁我呢個咧就要加啲滾水落去，擠喺焗爐350度火焗35分鐘。OK。咁咧嗱，我呢度擠咗落去咧，我哋就俾啲滾水落去啦。滾水咧就浸到嗰個 ramekin 一半咁高。它進去烤的時候是水不會再滾吧？這個回來應該是350的嘛。哦。OK， 咁咧，而家咧，這個又係烤啊。係啦，35分鐘。是不是就是蛋塔那個裡面？同样做法，这个不一样的。That's the mango, strawberry, 新鲜的芒果和草莓 ，and blueberry, 蓝莓。OK， 看多新鲜呀。OK， 跟住咧，呢啲蜜糖啊，捞下嘅 ，honey。哦 ，very good。捞下佢咯。我觉得这道菜做给情人吃的话，一定会令你的情人对你刮目相看。你想唔想即系喺个心里边啊？对啊，我有放，可以放在做成心形吗 ？Let's see if I have it. 继续揿实啲啦。睇咧，睇呢個咧，係真。係個花，小花 ，smiley face。冇啊！差不多了吧 ？OK， 咁咧，你試下你掂唔掂啊？今次 OK。咁我而家咧就做個 crème brûlée 嗰個布雷啦。OK， 呢個咧，嗱，我中國人咧就可以好中意咧就係熱食噶，鬼佬咧就中意。凍食㗎或者 room temperature，OK？、Okay? 咁樣呢個我哋點樣做咧？我哋首先咧就將啲糖咧即係上邊啦，認真。哇！這步要可要看好了，觀眾朋友，還是比較危險。哇！不是啊，咁啊，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就係用 blow torch。That's the boule of the crème boule.
都係。撳實啲 ，pack it down， 呀，有啲匙羹撳啊。我自己吃。咁我係即係 strawberry 和橄欖先。Perfect.